今仔日吼，我看到民进党发布新闻稿，讲台南卢渣案、八八枪击案，伊的主嫌总是国民党有关系。各位乡亲，你听看卖诶，台南好的代志总是民进党，啊，这款台南干嘛讲要有特征组出来查？伊讲这拢是国民党的好朋友，敢有天聊？无。敢有天聊？无。所以你讲啊，外高大内宣诶。对。俺卖讲遐尼多，大家来宾来到这，总有为头讲到尾，为来主开始讲，为疫苗、为口罩、为快筛。俺听个讲实在，总是熟悉。对。但是我今仔嘛特别来讲一下，今仔日你看来主啦，因为即马萧美琴为美国回来啊，伊即马来甲大家大大的宣传、因为我按这款驻美代表，所以俺含台湾含美国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好。各位乡亲，我们想想看，如果任何人当驻美代表，美国公买什么武器？要什么样的军购，要什么样的开放，我们都给他开放。对，我请问大家，是不是谁去代表都可以做得很好？对，是不是？是。如果代表什么都门户大开，柯震去做嘛是会使啦，对不？关键伊讲啥，你得给答应就好啊。是啊。啊，你若总给主打，因为我感觉讲你卖好玩的武器，可能唔是阮需要的。欸马上就被冠上一个你是卖贼的名字，哎，你就是要给阿强啊，几百，所以你较无要买武器，因为你是含阿强啊挂这会，所以你可以安怎都安怎。民意代表监督政府天经地义。对。但是你看，今嘛马文君、江启臣，今嘛多阿里国防委员会，大家人阿总有改伊冻结。阿中公给一个公他清澈，哎，他马上给你扣上红帽子。对，啊，你看看，说到蜜饯，哎、欸，蜜饯不是安泰六合夜市边啊卖迄款迄个中药蜜饯，不是迄间啦哈。蜜饯就是秘密文件啦哈。你看，即马有人别看出来，讲大家讲讲，你阿中开放来租，即马安台湾来当加入国际组织，什么 CPTPP， 对，印太。贸易组织，对，结果呢？今嘛跟你讲，炸的这样拍的，无，今嘛无几个组织，唔敢是 CPTPP、FTA， 总无半行。但是伊都搞人讲，谢长不，苏贞昌嘛搞人讲，你要准备好台湾这边国际组织，你一定爱安怎都安怎。伊讲的，我们都照做了。对，结果呢？哪一个组织我们现在有加入？开放来猪，开放核实，我们都做了。结果我们获得什么？我们获得什么？什么？想控我的是讲密件，有一个密件被公开，一共我们的驻美代表，我们的谈判专家是早早就知道我们不可能加入这些国际组织。对，印太贸易架构不可能让台湾加入，因中知。因中在真正无要好安在，是，这就叫做密件，对，好不好？因为讲到因的密件，搁做嘴，对。蔡英文的总统论文是不是密件？对。管中闵当初卡管案是不是密件？这个也是密件，当然是。我准你在教育文化，要改伊用什么主流？我跟你讲，这都是不可以公开，不可以公开，这都是不可以公开。反正伊不要让人知啊，伊就给你叫密件，对，好不好？三十年以后再来讲。哎，对。然后给你公开的，就跟你讲什么啦？什么叫做可以公开的？请公关巧心啦，二十面呢，二十块的寿面啦，伊跟你讲，那叫做贪污啦，哈。贪污。啊，就想重要，和高雄无关的郭背红啦，恭喜在施老师，啊，个卡点我姐许国泰，这都是以前都是非常有良心的民进党的。支持民进党的，对，今嘛郭背红被出来了，伊得把伊的庄脚大庄脚给他收押了，对，收押了，已经收押了，涉嫌贿选，涉嫌贿选，哎呀，涉嫌贿选啊！郭背红本脚总可以两万票，几万票，哎，阮陈美也冇机会呢，是啊，啊，伊今嘛咧，让伊安尼白角无糖啊，啊，什么人动算？对，什么人动算？对，啊，就是恁红刷去的黄姐啦。对不，你知影这无？吼，所以这就是会当公开的啦。啊，你看会当公开是这，啊，袂当公开的，就是我头拄仔讲的遐。所以民进党有空无？有空无？有。啊，有俺请问的，俺在座的俺红山的乡亲，是这样你空哦，歹势。
赵少康跟侯友宜，基本上什么民调都差，赖清德、萧美琴都要差4%到5%。但是安格雄，吼，哈歹势，差要20%、30%。所以你看，安全国的票，民进党的票，总是为安浊水溪以南，为嘉义啊，为台南啦、啊，为高雄啦、啊，为屏东啦、啊，高雄人口上多啦。所以民进党才会这么嚣掰，就是安南部，安怎因资料遐尼烂？拜托的南部票，安怎讲嘛要互投予民进党啦？甲我讲一个理由一个啦。对。甲我讲一个理由一个。敢有啥物理由？啊、我嘛唔知有啥物理由，对吧？输20-30%拢是为按高雄去的啦。是。所以你这个是按即马吼，扣整、扣整、搁扣整的原因嘛。所以是安怎按一定为头到尾走到为台北、苗栗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，今仔日上尾啊定的是高雄啦。对。啊，当然是要在高雄，啊，要带你高雄，对不？对。啊，带你高雄，安怎讲嘛是爱好按中义重啦，李梅珍啦。陈美雅啦，接下来人的爱好一动算，是，因为动算是很有指标意义。对，因为动算的标示，安高雄是替邦一地。嗯，因为动算标示，安的人民是有眼光，是有智慧的。对，无法度想想象讲是安奈输几十几趴。嗯，所以这来靠大家人，所以在座的安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是安的姊妹哈，拜托的。民进党上厉害的是伊啊，你啊阵去公园散步、做运动、去洗头，因总有迄婆婆妈妈有迄耳语部队哦。我甲你讲吼，你袂使你袂使选这个车联动哦，你啊阵才你该选伊吼，因阿公来来哦，因足侪耳语部队哦。你看安家我有道德良知，总袂乌白讲。所以拜托大家吼，处理的翁、处理的囡仔，麦个妹啊啦吼，去外口卖面巾都给大家听，你好唔好？真正甲大家特别拜托啦，真正啦，好不？恁翁吼袂走啦，恁囝嘛是足好的啦，麦个给妹啊啦吼，当初吼啊就安尼吼微笑啦，啊就出来。你得甲民进党的话讲予大家听，骂予大家听。嗯、你得问伊看卖，七年半你生活过得较好无、嗯？啊，你顶过有排队排工吼，就是要揢迄口罩快些，你甲讲予伊听嘛。达、哦、人足够讲话，你得讲予达人听。嗯、这是按国民党真正开温良恭俭让，但是即马选举已经到即马时阵啦，你得讲予听，你免讲伤侪伤夸张，你得问大家问题就好啊嘛。即马遐尼侪店总找无人。啊，讲是奇怪呢，是安怎看找无人？因为薪水伤低，啊，足侪少年人去台北，吼，啊，你足侪问题，你都互伊，你都家你的感受讲互伊听就好、嗯。啊，你去买菜，你迄阵100块摕出来当买啥物货？啊，即马100块无，即马1000块出来嘛，未买无啥物货。无，你家你的感受，你家你的感受，互你的厝边隔壁，你的楼顶楼卡，讲互大人听。嗯，我感觉今仔日在座的，嗯。讲实在，会当听阮头到尾，毋是对我咧讲，较听阁有施老师咧讲，啊，阁足出来讲予大家听。是，所以今仔日虽然安尼风安尼真正是很温暖，哈、欸哦，啊，这天气也很好，很好，但是要拜托大家，国民党即马想看嘛，就是无人搞安特别宣传，啊，你看中天这样你好，啊，就予人观台啊，对不？啊，怎么办呢？我真的有时，我真的，所以啊，无语问苍天呢。所以你看侯友宜特别讲啊，一起来特别把特征组给他成立。没错。啊，伊要讲特征组是安怎？讲什么唔对？民进党过去大堆，就甲你讲，唔免特征组啊，特征组会得床怎么叠床架屋啊？起码已经减掉系统，已经有够啊，讲一大堆，对不？惊嘛，对不？叠床架屋是你民进党最大的本事啦，还要讲国民党吗？ 对， 对不对？成立遐尼侪单位，成立那么多的办公室，都已经有了，你还要成立那么多叠床？起码来公关成立一个特征组，叫做叠床架屋啦，所以伊会惊。所以你得阿选侯友宜含赵少康一组，你给算落。伊成立特征组，而且基层警察出席，伊怎样是安怎用动用各方面的力量，把迄真正是乌的，真正是安尼碰伊下开低毒西，拢给清清出来，这是相重要诶。清廉、打贪、打毒都非常的重要。对，你要这么政党轮替，你是无法度诶。没错 ，NCC 竟然护航很多。伊感觉真正是对民进党有帮助的业者，
啊，甲真正发出真正声音的收视率太好，就给他关掉，就把它关掉。这是在做空哦，哎，对。然后告诉我，民进党的价值叫做自由言论。嗯，啊，你看，你也这种给骂，很多时候都被受到查水表。对，足多代志啊，七年半你讲不了啦，你真正讲不了，捡几个爱来讲吼。你来给大人感觉足有感觉，所以今天就徛咱遮，是，真正，你若总共叫我讲十场吼，免骂吼，嘛是给咱骂十场啦。但是吼，安尼选举阁要到啊，都要剩29天尔啦，要给我骂嘛是骂不遐尼久啊啦，即马来去立法院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。